上去。透水地砖遇到大雨不太给力，已经铺设的地方照样淹。台北市部分路段铺设的透水地砖，它的吸水能力到底有没有比旧式的地砖好？我们来做个实验。水迅速被地砖表面吸入，从缝隙流进地下。透水砖跟传统地砖相比，放上卫生纸，吸水能力一目了然。但台北市有铺设透水地砖的，像是民生社区、中正纪念堂附近路段、信义路、基隆路这些地区都有淹水灾情。关键是绝大部分透水地砖只有做半套，事实上透水地砖应该搭配下方蓄水空间，让水缓慢排出。我们在大安高工前面，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下方，我们另外就有在做了一个地下的储水的一个算是储水槽体，我们叫做雨水基砖，人行道的正下方它有大概70吨的一个储水的空间。全台北只有大安高工路段做了整套透水砖，一平方公尺大约2500到2600元，比起传统地砖贵了30%。柯文哲任内铺设83000平方公尺，耗资超过2亿元，进度只有4%，而且铺设顺序跟淹水毫无关系。大概200座的篮球场的面积，所以我们逐步在台北市的人行道去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这个是因地而异，它过多的雨水当然还是需要我们的下水道系统。汰换照顺序，透水做半套，海绵城市五亚伯，好雨见真章。三立新闻由张慧琪。